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他就是王文博。红色，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颜色。你一个剥削阶级的地主分子，没有资格佩戴。来，把这个混进无产阶级队伍当中的黑五类抓起来。哎，我们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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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？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到哪儿去了？阶级斗争还要不要？ 都投降到敌人阵营去了，你说人话！你是谁呀？干什么的？你，怎么了？这位是我们县革委孙建民副主任，找王文博了解一点情况。怎么回事？这时候还不来呢？宝玲。 耐着性子，再等等啊！别着急啊！爸，宝莲，老王呢？文博呢？文博被县革委会的人抓走调查去了。什么时候事儿？就刚刚。带走了？啊！他们怎么说抓人就抓人呢？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们家老王脑袋上这顶帽子扣了十来年，这辈子摘不掉了是吧？由着他们折腾啊！今天我们结婚，这婚都不让人结了吗？宝玲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让老干去革委会问问再说。啊，就是啊，宝玲，没准就是把老王叫过去问个话，走个过场，没事就把人放回来了。再说了，那老王不刚给咱们设立修完水库吗？那身上贴着护身符呢。哎呀，什么护身符啊？看他们这情形，老王这次肯定倒大霉。别说了，我。 我让你们抓！哎，宝玲，哎，宝玲，宝玲，起来！起来！我找到绝处了！宝玲，哎，宝玲，宝玲，出事了！怎么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一群红卫兵拿着家伙上咱们大坝去了，可能要毁谤！所有人回家拿家伙，给我去大坝！快！赶紧拿上工具！快！ 怎么了，先生？不好了！啊，王叔叫革委会的人抓走了，说要审查。啊！抓哪儿去了？公社。走。同志们，这是资产阶级建造的大坝，是大地主的儿子王文博企图用一堆钢筋水泥将我们方楼公社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掀起的滔天巨浪给阻挡回去的。我们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吗？不能！不能！不能！给我砸！ 来，把这个家伙事都给他们扔下去！来，扔！扔！扔！住手！同志们，给我住手！村民来了，都拿上家伙，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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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给我住手！ 坝上有枪声，走！不能动手！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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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！哎呀，住手！住手！算来了，这帮红卫兵破坏大坝，都动枪了，还敢动枪？他们都动枪了！谁开的枪？他！他！我开的枪。把枪交给我。革命造反派。 不像老鸨叫枪，哎呦！你看他什么玩意儿？那是，你回头看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个毛崽子，知道莲花一支枪的故事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有了那一支枪，我们一次次从白狗子手里缴获了多少支枪？你竟敢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比作国民党反动派？走！ 找你们那个孬种的领导，跟我下去吧！走，不去！走，走，不去！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走。你只要写一封检举信，彻底揭发甘祖昌的反革命右派活动，组织上会考虑对你从轻处理的。好。
信我可以写，但不是什么简笔信，而是歌功颂德的信。甘将军回乡这么多年，他做人做事是有目共睹、有口皆碑的。如果他带领大家搞生产、塑发展，也能定为右派的话，那你们造反派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，不就成了最大的笑话了吗？啊！反革命分子，王文博。 你公然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开炮啊！我告诉你，甘祖昌用生产压革命，他才是方楼公社最大的保皇派。好，郑主任，我今天要请教你一下，如果不生产的话，你们造反派吃什么喝什么啊？你今天孙副主任有力气来教训我吗？你告诉你。 放下！放下！哎，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你？你同志，你好好说话！你好好说话！你别吵什么！李社长，王文波老婆来要人了，李社长，我来找家老王，带他去。里边，走。快点！ 哎，我哥俩，文波，你怎么来了你？我没把你怎么着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孙副主任找我谈的话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快走吧。我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啊，你以为这是你们家田头？李社长，他就是个乡下女人，没见过世面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乡下女人，你们家这女人厉害着呢，把我们红卫兵的手都打出血了。啊，真的？啊，你没事吧你？ 我没事儿，你怎么这么鲁莽啊你？啊，你是我男人，谁敢抓你，我就跟谁拼命。来，把这个地主婆子一起给我关起来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好啊，想要保住你老婆，很简单，只要你把这封检举信写完，我马上放他走。检举信？什么检举信啊？检举大保皇派甘祖昌。我呸！ 今天你就是帮我们两口子整死了，我们也绝不干这缺德事儿。莫说甘将军对我俩有恩，你去方楼几个大队问问，但凡是个人，念着甘将军的好，都不可能干这事儿。只有你们这帮畜生才会这么干。怎么说话呢？好啊，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们是死不改悔啊！来，把他们两个分别关起来。王良，抓起来！哎呦，你看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！ 你们俩心疼咱们跑这儿来了，乡亲们等着你们俩入席开宴呢啊！快，跨上，来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，让开，让开，赶紧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站住！甘祖昌，啊，谁给你的权利擅自带走黑五类及其家属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嘿，这位同志，你是谁呀？ 我是莲花县革委会副主任孙建民，副主任，姓孙。哦，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龟孙子的孙。你来来来，孙主任，孙主任，来来来来来，喜糖吃一块儿。你刚刚问我什么？你问我甘祖昌想干什么是吗？老汉，我今天告诉你，我打1927年参加革命，跟着共产党干。 我呢，就是想让老百姓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有房住，有地种，将来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能开上拖拉机，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初衷。可以让他们走了。好，不走是吗？都不走，就听我甘将军的令，所有人。 都给我立正！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立正站好了，听我的命令。来，我现在宣布，文博同志、宝玲同志，婚礼开始。哎呀！ 喜酒。
夫妻对拜。宝玲，干将军，叫你们，今天是我和宝玲的大喜日子，谢谢干将军。谢谢乡亲们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一天。谢谢大家。你王文博受的苦，我宝莲跟你一块儿受。要是有一天你享福了，你休想丢下我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。怎么会？一送礼的个红军，该去的下来。